如果有一天我走了，那所有的灾难、争吵，不就也可以被我一起带走吗？人家这个老马呀，专家，到底是专家呀，说的那些话有道理。爸，他到底跟您说什么了？也没什么，反正啊，他根本就没打算和你结婚，来北京呢，就是想帮你解决什么心理的什么一个结，反正都些乱七八糟的心理学上的东西，我也听不明白。你说的都真的吗？爸爸还能骗你？不会。哎，马丁，你干什么？马丁，你给我出来！马丁，干什么呢？喊什么呢？让他给我出来！行行行，不，对呀，你把孩子给吓着了。快坐下，坐下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啊？我跟小雨摊牌了，你不要再去喊他了，跟爸爸回家，他愿意去哪儿就让他去哪儿。姐夫，你知道这事儿对不对？你们所有人都知道这事儿对不对？为什么都要瞒着我？马丁，你出来！干什么啊？过来，向我妹妹道歉。我不是想逃避，是没有办法。我要是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，还和小雨回来北京干什么？马丁，小雨，你不要这样子瞪我，我真的不想伤害你。你不想伤害我？你从头到尾都在骗我。你这伤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。爸，带我回家。好，咱们回家。丁胜利，我说啊，你赶快把你的工作放一放，明天呢再把大军那个保姆找回来。我叫着我妈，你叫着我爸，咱们一块儿去。干嘛去？去跳交际舞啊？怎么了？我刚才说的话你都忘了？让我妈和我爸重新找回谈恋爱的感觉。哼，别说小雨看不下去了，我也看不下去了。还有啊，丁胜利，这可是我们向家交给你这大女婿最后一项任务。你必须完成。每次都说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，那到底哪一次是最后一次？哎，小雨回来了？没有，是我找你有事儿。哦，麻烦你不要这样盯我。我知道你们全家现在都非常恨我，其实我也蛮恨自己的。看这样好不好？你打我一顿，就算替你妹妹报仇雪恨。你打我，来，你打，你打呀！哎，我。出来！出来！我找你有事儿。是这样的，我呀，我心里有点困惑，我想让你帮我解解惑。你不是对感情问题挺有研究的吗？本王，本王，我对感情一窍不通啊，我是感情白痴。行了，你还别谦虚了啊！我特别信任你。到底要干什么？你不是会催
催眠吗？我老公就在里面，你给他催一下。催什么催？催眠。催眠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。催眠，首先。行了，催一下，催一下。小手下滑呀，小手下滑呀。下辈子啊，谁要再干小手，谁就是孙子，大孙子。胜利，别孙子了啊！咱玩个好玩的。李太太，催眠不是用来玩的，催眠是科学，是严肃的事情。催眠？催什么眠啊？给谁催眠啊？给我啊？歇会儿吧啊！我这一脑门的官司呢，我这儿。怎么了，胜利？给你催眠怎么了？哦，你是不是心里有什么秘密，不想让我知道啊？哦，一说给你催眠，你就屁滚尿流了。林太太，其实我也觉得没有必要搞什么催眠了。你首先要理解你丈夫的心情。我理解不了。那好，我给你讲一个通俗一点的例子。在日本呢，有一个蛮有趣的电视节目，他们找了十几个家庭，这十几个家庭的男人呢，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，就是睡觉以后怎么叫都叫不醒。那么节目制作人呢，就找来十几个家庭的女主人，在男人面前悄悄地说上一句话，男人听完以后全部都惊醒了，一脸的惊恐，知道说的什么？我看过你手机里的短信了。其实每个男人都有秘密的，这很有意思吧？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是劝我们俩呢，还是拱我们俩呢？你越这么说，他越爱听；你越这么说，他越好奇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其实我的意思是，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一块地方留给自己，你就不要再去探索了，彼此留一些空间，这才是健康相处之道。行了，行了，美丽，咱不玩这个邪门歪道啊！不，不行，不行，我就想探索，我就想知道，必须催，躺下，躺下，催，催，催。好好好，催催催催，催催催催催。催，一束白光笼罩着你的身体，你感觉很轻松，很舒服。不轻松，不舒服。配合，配合。进入一个黑漆漆的洞穴，又看到一束光。你走上这束光，于是乎，于是乎，有点感觉了。有什么问题就直接问。这就可以了，这么简单？他已经进入催眠状态了。你对我还有感情吗？怎么回事啊？是这样吗？蛮正常，蛮正常。继续。我知道你对我有感情，但是不是我想要的那种。那种，你看我生了大军以后吧，我就越来越没自信了。我觉得我自己吧，就像个家庭主妇，变得跟老太婆似的。不像。老公，你对我的感情是不是已经变质了？谢你妈妈胡说八道。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他怎么突然间说起亲
津话了，他一定有个天津女朋友，对不对？郭某金。那这做完催眠以后是这反应吗？海了海了，没错了。这样，你们先慢慢交流，先出去。干嘛去啊？他会不会醒啊？不是，一时半会醒不了，我出去。你干嘛去啊，马丁？我要出去准备一下，明天我要去找一个人，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小雨的解药，他经常提起他。什么人呢？我只知道他叫张小北，其他的情况不太清楚，所以我要去想一想怎么才能找到他。我知道这人。好啊，丁胜利，马丁，你们俩合伙骗我是不是？有我电话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小美丽，你干嘛呢？啊，我跟你讲啊，咱们现在家庭幸福，老人孩子其乐融融，你还要什么？你怎么还不知足啊？啊，你看，自从你生了大俊以后，你简直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。我怎么哄你，你永远的不高兴。你呀，就是个无底洞，怎么地都填不满。填不满，是因为你不会填。怎么了？你们这个岁数的男人呢，生活更加丰富多彩。可是我们女人呢？啊，我们女人到了这个岁数，就是判了死刑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啊，胜利，我自从生了大俊以后，我就越来越没自信了。而且，我就像一个家庭主妇一样。这个时候，你更应该关心我、鼓励我、支持我、帮助我、安慰我，这样我才能有信心，你知道吗？算了，不说了。反正啊，自从我跟你结婚以后，你从来你就没理解过我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从来，你用的这个词儿吧，你也太狠了吧！从来，从来，从来，就是从来，从来，从来。行行行行行，从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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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跟谁从来啊你？我。小王，我出去办点事儿，有什么的话打我手机啊。好好好。哎，小波，你是要出去啊？哦，我临时有点事儿。哎，英英怎么样了？还给你怄气啊？可不嘛，昨天晚上又给我吵一宿，跑回家了。你先进来。你知道他为什么跑回家吗？为什么？英英回家也不完全是跟你置气，向小雨那儿出问题了，他给招回去解决问题去了，美丽也给招回去了。我给你出个主意啊，要么你就踏踏实实在这上班，要么你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，别胡思乱想，行吗？哎呀，我胡思乱想不是因为这个，你想啊，今天可都28号了，都整整两年了，按说我妈她也应该回来了呀，可是，哎呀。我现在真是不能想这个问题，我一想我就坐立不安，我就不知道我该。这有什么坐立不安的？你妈今天肯定回来。哦，对了，你不是说想减压吗？减压最好的办法就是工作。你不找我，我还正想找你。你来来来来来，这个地方啊，有几份合同我都给你整理好了，你倒是签一下啊。哦，还有，你妈走这两年吧，我一直开着她的车，我也没舍得。不是没来得及买啊，他不是今天回来吗？啥时候回来？你告诉我一声，我还车去啊。哎，我说姐夫，你咋还这么抠呢？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嘛。哎呀，好吧，何以解忧，唯有工作呀。哎呀，跳什么舞啊？向小雨搞得我满脑子青筋暴起，还有什么心思去什么风花雪月？我去，哎妈！是这样的啊，这两件事啊其实是一件事儿啊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想想啊，你可以跳跳舞，换换心情，积攒些积蓄，继续跟向小雨斗。哎呦，不跳！哎呦妈，我跟你说啊，哎呦，我不跳不跳。哎呦妈，你听我跟你说，这私人教练我都给你请好了，他华尔兹的高手，你知道吗？钱我都付了，3000块钱俩小时，你要不去，这钱就白花了。嗯，哦，就是那种。那个，那是看着华尔兹就那转圈的那个，转啊转啊转，特美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是那个穿燕尾服的，很漂亮的裙子，满场哗转的那个，就是那个。妈，你不一直想学那个舞吗？
动脑子啊？对呀。和夏小雨斗？对呀。钱都付好了？对呀。走你！连平，你回来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干嘛要躲着我呀？我哪有？我哪有躲着你啊？我这回北京了，当然回来先看老婆了，这有什么不对吗？再说了，我都离开家两年了，总不能回来先看好朋友不看老婆的道理吧？好朋友？难道这两年你就一直把我当成你的好朋友吗？我对你的心意你不是不知道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？阿敏，听我说，我确实是把你当成好朋友，你也知道我不可能离婚的，我很爱很爱英英的。可是这两年你没有跟你老婆联系啊，你都是一直在跟我打电话聊天啊。我这两年在上海的计划跟目标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这事要告诉英英了，我怎么跟我妈惊喜呢？我明白了，原来我刘敏这两年只不过是你的情感垃圾桶。朱元平，你知道我为了你拒绝了多少男人吗？朱元平，你知道你这是什么吗？你现在就是始乱终弃。小声点啊！咱俩不就是平时喝喝咖啡、聊聊天吗？什么说乱过呀？这不是哭得莫名其妙吗？我不管叶萍，我爱你，叶萍。别，这在公司这样不好。冷静点，冷静点啊！咱俩是不可能在一起的，明白吗？啊，对了，你刚才不是说你有很多人追求吗？你别在我这一棵树上吊死。好，我明白了。我现在就给别人打电话，同意他的求婚。喂 ，Michael， 我明天就去美国找你，我们俩结婚吧。那也挺好，那我恭喜你啊！等你结婚的时候，我去美国给你道喜。你别高兴得太早了，我刘敏从小到大，没有什么东西是我想要而得不到的。朱远平，我今天晚上就要得到，只要你答应我这个要求，我明天就走，我永远也不再回来。远平。虽然我得不到你的心，可是我想得到你的人。我，刘敏，别这样，要不然你先去美国，咱俩这事儿以后再说去。少给我装糊涂！我告诉你，我会等到今晚12点。如果你不来的话，你就会欠我一辈子的良心债，而且我会让你亲眼看着。一个女人是怎么被你折磨死的？帮我一起灌了夏小雨，这夏小雨太滑头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啪就溜出去了，我一个人管不住他。还有你英英，你有没有给朱艳萍打电话？她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打了，昨天晚上还打了呢。他妈怎么样？没事了吧？快了，快回来了。妈，你就发
放心吧，你让我们回来，我们就都回来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定紧密团结在一力，李桂儿同志为核心的团队里。耶耶！哎，来了来了，坐坐坐坐。胜利，你们到哪儿了？我们这儿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哎呀，很帅啊，型男呐！哎呀，什么帅呀、啊？这多大岁数让我穿上这身衣服？什么叫多大岁数了？爸，你不应该叫像一凡，那我叫什么呀？像小伙，像一小伙啊！行了行了，一会儿像一乐，一会儿像一伙的，那是什么？老了老了，让你们当猴耍。行了，爸，你别这样，嘿，啊，哎。接个电话。哎，燕平，怎么了？姐夫，姐夫，姐夫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你可得救救我啊！啊！刚才刘敏他来了，他说今天晚上呢，非要让我陪他一宿。哎呀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我想来想去呢，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了啊，姐夫。你先等会儿啊，艾美玲。嗯。我先不过去了，你陪爸过去吧。为什么呀？你有这么忙吗？不是忙不忙的问题。你说我一个当女婿，看着老丈母讨好丈母娘，你觉得合适吗？那你随便吧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晚上我就不回去了啊。妈说让我跟大军去他那儿住。哎，哎，你怎么个意思啊？你这个不是这么玩的。这咋玩？你就跟刘敏聊一聊。你想啊，要是我自己去的话，那就算我跟他待上一分钟。那是要向英英知道了，我都跳黄河里洗不清了。可是你不一样啊，你就算跟他待上一晚上、十晚上，大家也不会误会啊。我不去，你自个儿签的桃花运，凭什么我替你去还啊？再说了，好，就算是我去了，你咋知道不会出事啊？你甭搭理他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不行啊，姐夫，你想啊，他刘敏刚才都威胁我了，说我今天晚上要是不去的话，明天就跟他收尸吧。你想刘敏那性格，那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，对吗，姐夫？收尸。他吓唬谁呀、啊、他哎呦你别说啊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，他要万一，那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你把那个地址发过来，一会儿我过去。嗯嗯。哎呀，这大女婿当的都快成了一家之长了。哎哎，你好。哦，哎，请坐。不好意思啊，啊，我是来找人的。这里有没有一个叫张小北的？我就是啊。啊，蛮巧的、啊。那么你认不认识那个向小雨？我当然认识啊。您是他什么人？是他男朋友。什么？男朋友？他认为是，可是其实。我不是，那么我到底是不是，就要看你的了。哎呀，太难了，老师，这我肯定学不会，你教一点容易一点的。我学的时候，我不想有男舞伴，我要一个人学。你让我一个人学，学一点简单一点，能学的。那哪行啊？国标呀、啊、是两个人的配合，一个人怎么行啊？就是就是。哎呀，那怎么办、啊？怎么办？学费都交了。那这样吧，你别教那个什么华老师了，你就教那个什么太极拳呀、啊、木兰拳、啊、这种教一点都可以。时间到了，我学会画完了我就回家。妈，人是教国标的，哪会什么太极拳、木兰拳乱七八糟的东西啊？就是啊，妈，你不是担心舞伴了吗？我们呢已经给你找好了一个舞伴，真的，而且他的水平啊跟你相当。不不不不不，我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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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怕什么呀？你怕陌生对吧？这个舞伴一点都不陌生。你等着啊！不，这我你看就知道。真不哎，美丽、啊，哎呀，我真不要，你教练我也不要。不要啊！你就知道，不，你干什么呀你们？小朋友，等着。哎呦，你快来呀！你看，
怎么样，帅吧？妈，来，你的伙伴来了。江一凡，老李，我也是被丽丽逼来的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对，我们干什么呀？李女士，刚才教那几步啊，你好好练习练习，回来我来检查。哎，老师，你走了？哎，老师，老师，你就走了？哎，这3000块钱就这么过了？就这么结束了？人就教你几个动作，主要是靠实践，对吧，姐？对对对，你和我爸，你看，使劲，使劲，一拍即合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老李，我是从来没跳过这个玩意儿，你教教我。我也不会，我没学过，我不会跳。我刚才看那个男的，他是这样的。啊！笑什么呀？你笑什么嘛？你早早的告诉我的，羊羊肉。哎呦，这有什么可笑的？你干什么呀？孩子都是一片好心，你多少给孩子点面子。来，来吧。那就别这么一手啪搭上来，面积小点儿。大拇指过去。这样。过去。对，一个手指头。这样。不，这面积还太大，再小点儿。小手，对。好好好，这样行吗？哎呀，就这么着吧。就这样。来，哎呀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呀，那就。那走，怎么走？走，走。不是你前年轻时候。哎呦，你别踩我呀，痛的呀！哎呀，老李，我顾得了上面，顾不了下面的呀。你一起顾不行了吗？好了，来来来来，快点快点。怎么看？别那么重，你手虚一点。啊，是是是。哎呦，又踩我，疼的呀！这个是碰到一起，碰到一起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再来。好好，再来。你离我远一点，别那么近。对呀。好。梅英姐，你说这到底有用吗？哎呀，无奈呀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叔叔，叫我妈丁就可以了。妈丁，啊，您刚才跟我说的话都是真的吗？小雨，她经常跟你提起我。没错，小雨经常用你和我做比较，当然这是在他情绪比较差的时候。他一直希望我像你一样对他好，爱他。对他好我可以做到，可是爱情离我很远，我给不了他那种恋爱的感觉，但是你可以。我感觉小雨应该和你这样的帅哥在一起，而不是和我浪费时间，懂吗？叔叔啊，不好意思，妈的，哎呀，不是，我怎么觉得这么别扭呢？你说咱们俩往这儿一坐，什么关系啊？情侣？嗯，你这个理解蛮对的。那就这样子，等一下小雨过来，你就对我发脾气，说我抢走了你心爱的女孩子，然后呢，你就向她表白，去感动她。OK， 孤单一点。对不起，我可以录音吗？这个场面应该很有趣。哎，算了，我还是叫您教授吧。我觉得您没弄明白，小雨啊，她压根儿就对我没兴趣，她真的不喜欢我。你懂什么？我是搞心理学的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小雨的心思？小雨是真正的喜欢你，不过你呢，还有点幼稚，不太懂女孩子的心理。不过没关系，你只要努力就会给她幸福。这样子啊，明年呢我会到北京办一个心理培训班，你来听课，学会很便宜的。
小雨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跑来找他干嘛？好久不见，你过得还好吗？我一点也不好。我说小北，你跑来凑这热闹干嘛？我是他非得拉我来的，我也没有办法啊。两年前你不就告诉我你有心上人了吗？那时候我们不就是朋友了吗？你稍微冷静一点好不好？我也是来解决问题的嘛。我问你，我是不是仅仅就是你的教学材料，你的研究对象，所以你才会从香港大老远的陪我回来耗这么多时间？你这不是玩弄我感情吗？你小雨，你告诉我实话，他是不是欺负你了？如果是你告诉我，我现在就揍他。你别掺和，回头我再跟你说。不用回头再说，现在就可以说。人我已经帮你找到了，你们聊，我先告辞。站住！你要去哪？是不是以后你不管去哪，你都不会再带着我了？我们到此为止吧。至于你刚才那个问题，我的回答是，不是的。对不起，我要回香港。知道吗？啊，小雨，我要去香港，那才是我的家。小雨，我求你了，你醒醒行吗？啊，你过来接我一个梦。越觉得好，我和你牵手比生命重要。我刚才问他什么来着？你就是我心中美丽城堡。在浪漫中舞蹈，心在思绪中飘，让这幸福占据我每分一秒，让我的爱一直相随到天荒地老。什么东西也不用这么哭啊。哎，我的世界，我就是你的心。练的还不太熟，你再教教我。练什么练？陪你练了一天了，累死我了，踩得我脚到现在还疼。哎呀，以后别老婆老婆的，教的人起鸡皮疙瘩。老李，我发现你这个人呢，就是说话呀，这是孩子们在旁边呢。我就是一直这样说话的呀。单一凡，你这两天怎么了？怪怪的。你等着。哎，老李，这是我专门为你买的，啊，最近上火，天气太干燥，吃点水果，啊，败败火。单一凡，
你是不是做什么亏心事儿了？啊？还有啊，你洗这苹果的时候有没有用专用的洗洁精洗？有没有洗完以后用清水泡，泡上半个小时以上？如果没半小时以上，那农药是泡不出来的。我给你洗水果，这当然是按照你的标准洗的呀。啊，哎，老李啊，我是爱你的。有年头了吧，都黄了。哎，哎呦，美弟，你这是从哪里找出来的？老房子，老房子，我找出来的。啊，真的？我这事情你都没丢啊，都留着啊？舍不得丢。哎，听这封地方啊，这是爸写给啊，这是妈写给爸的。哎，听好，一凡，北京冷吗？上海已经入冬了，没有你在我的身边，这个冬天特别的冷。这种寒冷是在心里的，你知道吗？如果这个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，就算寒风凛冽，我也感觉不到一丝的寒冷。哎呦！行了。哎，你看我跟你妈感情好吧？因为那时候没有我。哎呀，行了，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别提了。妈，我给你念一个，爸给你写的啊。桂兰，桂兰儿，你知道北京平房里的土鳖有多大吗？有我的脚面那么大，倒上汽油一烧，满院子跑。等你回来了，我烧给你看呢、啊。还有啊，等你回来了，我还去给你买冰糖葫芦吃、啊。多浪漫呀！浪漫。你看看我写的那信啊，这你懂啊？这里面的文字多优雅、多浪漫、多抒情啊！再看看你爸写的那信。哎呦，左一个土鳖，右一个土鳖，我看他倒是蛮像土鳖的。我们俩的婚姻，从那个时候起，就注定了是悲剧。我就觉得老李，你这个人呢，你怎么老跟别人这么别扭着呢？啊，怎么就悲剧了呢？我们俩一辈子吵吵闹闹，现在老了，能不能和谐一点？能不能享受天伦之乐？孩子们围在咱们身边，多。要不小雨说的那句话，爸理解你。小雨哪句话？小雨哪句话呀？你不用打听，我告诉你，我豁出去了，我豁出去了。呀，你们这些招不管用。让他说，那什么，快说。你知道小雨为什么要嫁给他们那个教授？就是因为你。哎呀，你放开！让他说。你说。说就说。就是因为你，当年我收养小雨，你就处处看我不顺眼。小雨他恨你，他跟那个马丁教授说了，他恨你。小雨，
生命中央，你就是我心。